我感想是它都是我們紀錄片其中的一部分，它好像沒有離開，即是紀錄片要發生所衍生出來的事件繼續可以拍下去，繼續可以討論不論善與不與，不論是正和反的，我們都會接受。這個是比較複雜的問題的，其實現在學校和各方面大家一起坐下來正在解決的問題。剛剛還有三位女同學一起上課，是是哦，是我們邀請他們，他們願意一起出席。我想我們今次教訓其實令到大家知道怎樣去保護我們自己創作人的一個拍攝和一個電影作品的。那我們今次吸取的教訓之後拿了經驗，我們避免這問題再發生，所以我可以繼續應該站出來光明正大地拍我們要拍的東西。有啊，我是很想跟他一起出席咯，不過他因為件事打擊實在都還很大啦，咁佢都同大家公開講，佢唔會出席啦。咁所以我會代表佢嚟去領個獎。冇啦，我諗佢已經好開心咯。佢覺得我哋真係十年嘅辛苦，除咗金像獎、電影評論學會同埋導演會三個香港嘅一個即係好代表性嘅比賽都，大家俾咗個獎項鼓勵咗我哋。咁我諗呢種我哋嘅一種認同，就算我諗任何一個團隊的人都會好，都會好開心，又好鼓勵，好鼓舞。因為會覺得即係輸咗個鬼屈啊，或者點樣覺得俾翻肯定，之前都覺得。如果我唔敢代佢講咯，因為咁我諗，如果大家可以想象過佢個鬼屈一定有啦。如果你頭先睇到個聽到佢感言都有提及佢走出咗一個。即係佢墮入咗一個森林裏，一個好似一個黑洞裏邊咁啦。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嘅心情係其實都唔好受。咁但係都係我哋同時間有呢個獎俾到我哋，鼓勵一種努力，一種力量。咁希望我哋慢慢走翻出呢個爭議呢個陰霾。我不敢說，因為這樣說很可能因為我代表不到他們有沒有平反這件事。不過 我如果我覺得客觀地說，他們對這套戲一個藝術上和內容上他們一個認可，一個認同，就是個作品的可不可以將個作品還作品，爭議還爭議來分開呢？ 我不知道，但是他們對呢套戲嘅一個認同，可能我相信係基於藝術上同埋內容上，同埋我哋呢套戲好可惜，係我哋呢套戲真係實至名歸嘅。其實好可惜，我哋係呢套戲仲未有機會即係向好多俾好多人睇到佢哋感受，親自感受到套戲到底係咩一回事。當大家睇到套戲發生咩事嘅時候，就會我相信都可以有公平啲、公允啲嘅判斷。好，恭喜晒！《給19歲的我》獲得最佳電影。